大家好，我是立春李晨。现在是农历新年，在这边跟大家拜个年，新年快乐。每逢这时候啊，我就会跟我高中三个好兄弟一起，就各自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玩，就是我们会吃个饭啊，喝个酒啊，打个麻将之类的。但是前一阵子啊，我跟我大哥在一场不知情的误会下，被人把面包虫放进我跟大哥的嘴里，用一些特别的方法。OK，今天借由这个机会，我们要整回来，整回来。我们欢迎大哥出场，耶！他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是我大哥，大家好，我是萧全。萧全，OK 的有，萧全，上社会有那个萧全，我们就这么尬，是在笑三小朋友。那我会请大哥，就是帮我的朋友，对，没错，引开他们，引开他们。我等下会假装跟我女朋友吵架了，吵一吵之后，他会带着另外两个兄弟一起去讨论说，我要怎么让我们息，就是要怎么让我女朋友息怒这样子。对。对，然后我们这时候再把目标物放到他的碗里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 Let's go。谢谢今天的主角。营养食欲。老师，OK，好恶心，然后我不能吃，你把它放在他们面前煮，不要煮啦，我去今天先救我们主角回来。你碗里有虫。你们有加谁？你在喊什么了？你都从这里啊？我还没吃呢，我还没吃，他还没吃呢。他咬不动，他咬不动，所以他这样，咬不动。没有，没有，就是。我们两个分，我跟他什么都。看看。那个谁是卧底？我要直接快睡着。那次增加都是秋啊，走啊太难了，然后大家都放假这样。啊，我跑，我想，我想游泳。这个也薄啊，好薄啊，好薄啊。这爸爸的不行。干嘛？你们都吃饱了。我想再还有菜啊，大哥。那就是什么了？讲热狗。
现在18个人。你要走了？不是啊，就没有人喝汤，就把它包一包。不然，刚刚里面鱼肉煮那么烂。有啊，有啊，有人要喝、啊。要直接煮那么。中间那个先拿着，不然关掉就好了。先关掉就好了。这个聪明，看你你啊。不要吃了，不要吃了。看你你啊。击败啦！等下谁犯的啦？什么东西？谁犯的啦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谁犯的？什么东西？还用这给我盖起来？我刚有吃，我吃进去了。我放三，他放三，他放三只，你没吃到？没有。他先吃啊！看到里面剩几只啊？吃这里耶！看到里面剩几只？你刚刚吃完里面的不是？好恶心！你不知道吗？你吃了几只？哎，我吃两只。哎，我吃怎么没味道啊？不够的味道。你再吃一次看看有没有味道。你就看感觉。自己人呐、啊，自己人呐、啊，不是。都在这里啊！自己人呐、啊，不是。都在这里啊！都在这里啊！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爱你们哟。